对啊，这样有吗？找一下宪哥的 FB， 看一下他现在有没有开始。哎、欸，有有有有有在直播了。有了 FB 吗？对 ，FB 在 FB。好 ，OK， 来来来，哎、欸、来哦，用我们的，我们两个。用谁直播？这边。我很大爷。我很大，我很大。好了，各位大家好。等一下，等一下。好了。好了，好了，好了。来，哎、欸，我跟 K 在这里哦，我们在那个玩很大哈、哦。是的，玩很大哦哈。然后我们要宣布一件事情。好吗？好，来，先哥，今天晚上我们在大道埔码头河岸特区、哦、有做一个义卖，这个我们去到处搜刮一些艺人礼物，带钱来，而且都好东西，一个活动，都是好东西，对，都是好东西。哦，然后呢，我们这是一个快闪的爱心义卖会，这完全就是一个快闪，我不管今天有没有下雨，或者是今天可能那边会人太多都没关系，我们一样会在那个地方。对。好不好？嗯，哦，然后记得要戴口罩的，哦，要戴口罩，记得戴口罩来现场。Pier 5 大道埕码头，没错，河岸特区，是的。我们晚上几点？就等一下啊，六点，晚上六点见。我们六点会过去那个大道埕码头河岸特区那边，有很多的好东西都是你们很喜欢的艺人捐出来的。对，而且那东西都是很棒的，对，甚至还有还有外双吸的，有没有？那个包，真的啊，你能买到多少你就买走。那个张凌宇提供的那一个包就要。他那个十几万的，但是二手的就对了。对，但是我们、就是、搞不好你5000块啊，你能买走你就买走。没错、哦，我们愿意啊、哦。而且顺便宪哥会直接，你会不会自己偷偷找那个标手买走？不会，再送还给他。哎呦，对不对？好，这很甜蜜啊、哦。反正今天晚上6点，六点整，好不好？今晚就等一下的6点整在 Pier 5。大道埕码头河岸特区，我们有一个快闪爱心义卖会，到时候我们见，好吗？大家记得来的时候要戴口罩，戴口罩哦，因为防疫期间嘛，我们大家这个辛苦一点，嗯，然后把这个爱心呢，这个送出去，是拿到很棒的这些东西，因为我们看了一下，没有一个是不好的，都是很棒的，对，啊，你们喜欢的话就把它买走。买走可以做爱心，而且今天很特别，今天是平安夜。平安夜 对，今天是平安夜，所以我们今天在平安夜的时候做一个这样有意义的活动，其实还挺不赖的。对，然后趁着这个机会跟大家见见面。对，没错，好、哦，好，我们现在正在综艺玩很大。好、哦，我们今天晚上6点，Pier 5大道埕码头河岸特区，我们就在那里见面了。是的，好、哦，快闪爱心义卖会，咱们到时候见，爱你们 ，OK， 拜。拜拜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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我跟 Kid 都会在，我们会在，拜拜。